来自祖国到台湾的这些大陆学生，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有勇气的。中华民族万岁！来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舔共的台湾人闽南朗，哦，他就是中国老总的原唱。刚刚三个小时不到，他发的这条影片支持那个马龙那些中共统战团的学生已经130.1万了，哦，我估计到明天可能就要破千万了。真的觉得非常的可恨呢，就是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留言，哦，留言区，哎，为什么我有他的后台？奇怪，为什么他的后台？你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，那好奇怪，为什么我有他的后台？我们弄他的后台来回一下这个粉红的留言哈。下一任台湾省长必投我，我目标不在省长，在国家啊，这个好像会被 ban 哈，更高一些吧？这样呢？不管了啦，先这样啦。删除评论。所以我是觉得小粉红的钱为什么这么好赚呢？这个非常的好奇，那欢迎大家待会就来看我们这支统战纪录片，揭秘台湾网红，当然第二集还有各个类型的啊，这些台湾人他们是怎么收红钱的，敬请期待。今天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支持来自祖国到台湾的这些大陆学生，我觉得你们是非常有勇气的。中华民族万岁！有没有看到小粉红的钱就是这么好赚？然后呢，这是什么？百万订阅反共频道，等着爆开吧，粉红们！519.9万，现在已经18万点赞。然后你可以看到，现在评论都是非常支持我们的。你给他看那个活动邀约了，很多业配找你。现在这个影片还上了热搜。你看多少钱的？我10万。来，回来，我带大家。这是人民币的。人民币一个3.5万、3.9万、4万、4万、3.2、3.5、4.1、3.5、4万、3万。对啊，所以我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对，因为我相信很多这个蓝白或是一些粉红会说，他就是在中国混不下去，舔不了了，所以回来台湾掐台湾的饭。不好意思，他可以，他舔得下去，看这个报价，舔不下去吗？一条影片而已啊，拍个10条应该就。所以。我那我做 YouTube 干嘛？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啊，在利益跟生命面前，你只能选择一个的时候，你选择哪一个？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